文安，四年不见，好好好想见到你。小朋友，大家晚安。好久不见，今晚看到相同的你们，谢谢。这一次回来呢，最想念的就是你们所有人的声音。所以呢，今天可以让你们现场20,000人的声音，在整个维多利亚港，让全香港都听到五月天的声音，好吗？香港晚安。非常感谢，就是这么多朋友在这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好久没有见到大家，然后再回到香港，还可以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块，多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怪兽。好灵啊！哎呀，好灵啊！真的是太久没有见到大家了。刚刚就是一开始上台的时候，然后一踏上台，然后听到大家的欢呼声，其实有想到就是好久好久以前第一次来香港演出的时候，大家接待五月天的那种热情，这样子。